最大锅的菜，哇塞，什么扇贝啦，对不对？还有海螺啦，还有小鱼啦，我靠！天哪，从来没有鲨鱼这么累过，我的去，我现在就两个肩膀好累哦，腰酸背疼，从来没有说你还要跑怎么的啊，对吧，你别动，你一动我都有点，你一动我都有点害怕了，我的心里都有这种阴影了，都我去嘞，我靠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天哪，他现在一动我心里我都害怕了，我知道吧，真的像个蛇似的，给我个红心就对屏幕点两下，哎，这大虾，哇，纯正的海洋虾，吃过吧，这个还有一只，哇塞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可以吧，但是这个可以是可以，我妈不知道，我妈知道肯定有说我。哦，这必须两口能不能搞得定？喜不喜欢吃这虾？喜欢吃的能不能给我个红心？这是海虾，不是淡水虾。这个留给我老妈，可以吧？哎，这个大螃蟹，哎呦，哇，可不可以？哇塞，这家伙够大，去他哥！我靠！他还要跑，哎我天，我还是加点醋把你腌制一下，我让你跑，你在那里你真的好调皮哦，对吧，咦，你还，我看你还跑不跑，跑不了了吧，这家伙让醋给醋了，哎呦嚯，哇，海参，哇塞，真的好圆鼓，不是件好事，他肚子里面全是水，你知道吧，哇，哎呀，看到吧，这就是海参的内部里面可脏的东西了，看到吗，靠，可以吧，你别看它就这么大，里面全是水，你知道，哎呦，你知道吧，待会儿它一煮就没有多少了，你知道，哎，这小胡子，哎，记得给个双击啊，期待这一锅，哇塞，这锅盖又跑出去了，哎呀，哇塞，这小家伙，小家伙，
天热，你看不到热气，但是它很热。就像吃鸡蛋一样，那个蛋黄，对吧？外表很不烫。鸡蛋，开呀！锅盖呢？我的。没了，每回都能听到锅盖的声音，这次我没有听到它的响声。带子肉，这个你们认识吧？这就是那个带子粉丝那块肉，带子粉丝这块肉，看到吗？跟那剩似的。当然了，两个那个什么，哎，吃来吃去还是这个爽，是吧？嗯，哎呀，我靠，这是真好。嗯，扇贝肉，就这个，我跟你说。哇、哦，是个公的，看到吗？这个黑的你可以把它给去掉，你知道吧？把它给摘了。哎，你看，这样子你去掉就可以了。哎，蒜蓉，放点蒜蓉，放点粉丝。我这里有大蒜。哎，蒜蓉扇贝。嗯，大蒜扇贝，来个虾。喜欢吃海鲜吗？你是不是吃货？你要是个吃货，你就给我来个双击，行不行？你要不是吃货就算了，就不用给了，行不行？就屏幕点两下那个。